太强了吧？啊，为什么超越那个分数？满分不是一分吗？没有，五分是最低了。哦哦，一分最高。哦，他是从哦，他快接近满分的。对，他很高的。他说没问题了，可以毕业了。啊，恭喜恭喜！他是练机械的硕士吗？电机，电机。电机在台湾很抢手哎、欸，对啊，然后在德国是最强的啊。阿门。求你的灵与我们的灵同在。阿门。让我们的生命往前。我是行造。阿门。今天我们要来的二二八连假期。